总统候选人，而且是高票落选的总统候选人，369万票，非常强大民意支持的一个政治人物，因为他金华城案一个容积率，一个充满争议啊，也没有明显是谁对谁错，或者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法律的界限在那里哈，然后因此而受压，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个震撼到现在可能整个社会都还感受得到。对，真的是难以想象。政党支持度的部分，台湾民众党，事实上台湾民众党呢这一次12，那上个月其实是 13.8， 所以很多人在想说哈，发生这么大事哦，党主席都被抓起来了，才跌了1.8个百分点，那民党有稍稍上扬大概1.3个百分点，国民党是完全纹风不动哦。那当然大部分就跑到时代力量去，时代力量我印象中是一下增加了3.8个百分点。好，那这个是在民众党的部分。那老师，我永远记得老师在第一时间的分析是说小草很牛啊，而且呢这个数位岛胡僧也未散。好，但是到这个柯文哲的这个感情温度的部分，好，感情温度的部分，我们看到其实柯文哲是这个平均温度44.9，其实50度以下就是已经很冷了啦，是不是？好，很冷。然后这个部分其实他对跟过去哦，去年12月底的时候比起来，12月底51.2。51.2算是 OK 的。好，那44.9呢，其实很多人用阿贝被打入冷宫了。那这两块的部分，一方面我们看到民众党本身还好啊，还有12%。那当然我知道老师不讲其他的民调，可是偏偏我刚刚在进来前看到 TBS 出了一个最新民调，跌更惨，9%，只剩9%。对，所以大家在想说，那民众党，民众党还在，那阿北那当然就是有流失好感度哦，那增加了大概换算下来，老师的算法是增加了72万人的反感。可是别忘了500万人，老师其实有算换算下来，其实在这个等会我们会看到，在政治是有没有受到政治迫害的部分，有人是为阿北抱不平，为数还不少呢。好，那这些一个个的数字摆在那边，老师还看到了什么？那柯吉拉已经奄奄一息了吗？讲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哈。好像在2个月前，这个媒体报道陆委会委托的民调，对，然后透露出来说当时的民众党的支持度只有6%，对，结果媒体也大做文章了哈。部分媒体，对，部分媒体，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做调查是一贯抱持一个最严谨的态度啊，然后我们就是要确保这个资料的品质是最好的，然后能够最真实的反映民意。我讲就单就民众党的这一个所谓支持度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家，然后好像还是有一些出入哈？对，我100%可以肯定，陆委会的那一个调查是用这个全市化，全市化，没有手机的，手机没有，不调查手机的，所以他会得出来，会6个百分点。对，那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了哈。那以我们来讲哈，我们7:3比，我觉得有这么广大的只用手机的民众，然后你不把他们的意见纳入你的调查范围，对，然后做成的一个发现，然后就大肆的去探讨，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不公道的地方。好，那至于说像 T 台说9%，还有你看看那个进电视，对，好像昨天什么时候出来说是14点几，对，所以你看都有一些不同，对不对？好，我要讲的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是大家可以信赖的一个调查，绝对是最接近真实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方面去 check 啊，这个资料啊的一个稳定性，它的品质啊。好，那太多细节我就不在这边谈了啊。那么就整个现象来讲，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柯案的这一个出现。来得这么急这么快，然后被收押，这都是惊天动地的这种事情啊。那
我觉得社会上当然几乎大多数都在批评柯文哲了、那我觉得他也有可以被批评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在过去这一阵子，媒体啊或政论节目对柯文哲的很多的讨论，我觉得我就用十个字形容，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那所以就是事情发生了，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啊，大家都跳出来啊，这个再讲一些话，不见得都很公道了啊。不过我觉得柯温哲的最后被收押，其实不能只从828去看这个事情，827就开始，827的这个应小薇被剪掉啊，这个调去啊问讯之后啊，不止那一阵子了，我觉得柯文哲在前一阵子，柯文哲跟民众党在8月9号之后啊，长达大概有3个礼拜时间，对于总统经费申报不实以及政治现金的疑云，都做了非常糟糕的处理。内账的部分越说越不清，然后就是越说越不清，所以就是杞人疑窦嘛，那社会大众其实看到这些也愈垮愈无煞煞啊，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啊？那一个堂堂一个总统候选人，之前又当过2任市长，怎么可能会自己的阵营在账上面做的这么一个，恐怕是这个最糟糕的哈，这个一笔账，那烂账哈，这个几乎就是个烂账王哈，那不可思议。前回我在讲一个事情，如果没有前一段的这一个这样子媒体这个前面的报道当然我不是说媒体有问题，而就是说柯阵营所在这个全国人民面前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诸多的疑窦，如果没有前面这一段对你会觉得金华城案会那么快的出现吗？不会。然后柯文哲会那么快被收押吗？不会。我觉得剪掉办案在某个，甚至老师民调的数字也不会呈现这个样子。我们等一会儿可以来看。我觉得某个程度就是说，前面的事情的发生也让剪掉觉得时机成熟了哈，这个就下手逮人了哈。然后你看法院说是无保请回前三天。然后就不到72小时，就是收押进监，你让人感觉到说台湾的司法到底标准何在啊？在柯文哲无保请回，然后到收押进监这72小时，这3天当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重大的新的事证吗？也好像也没有。那但是呢，不同的人啊，不同的法官，那就会做出截然不同，完全不同的心证差很大，是不是？啊，难怪台湾人对这个司法没信心了。老师这一次做的是50%没信心哦。哦，50%没信心，那已经是近来所做最低的了。对，以前更高啊，以前啊60%、70%都有啊。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千头万绪啊，也不晓得从哪里说起了。那老师，你觉得我刚刚问你的柯吉拉现在是奄奄一息了吗？从你的民调数字看来，如果从数字来看，我觉得为他打抱不平的人还大有人在啊。我提过500万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 我都是有计算过的。就是26.4%的人觉得柯文哲没有获得法院的公平审理。对，老师那个导播给我们看一下，我现在直接弄出来，就是这个有没有受到政治迫害的部分。对，当同意，我们大家第一时间看到不是这一个政治迫害，政治迫害。对，我们看到不同意政治迫害的无视，都第一映入眼帘的先看到这个。可是很多人呢都28.5%，28.6%。那这个是说他是不是一个政治�迫害？对。那个也有将近30%的人觉得他是啊，是，对。但我刚更早提的就是对于法院的审理那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说对法院的审理司法信心啊，就觉得他没有获得法院的公平审理嘛。那个有26.4%，我的印象是这样，对，没错。所以这个算起来就是26.4乘以19.5，就是超过500万了。那
这不是小数字啦。你说你今天，民众党的支持者，就是说在支持的是12%。对。那12%现在是28.6%，是两倍多啊。嗯。所以显然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些非民众党支持者的人，看这个事情，看柯案的这个演变，是觉得是抱不平的啦。嗯啊，这个是很清楚的民意嘛啊。另外就是说，是不是政治破坏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的舆论会导向是这个政治迫害，对，对不对？对，我想说这是政治迫害嘛，那个很明显、啊，他们营造的也是政治迫害，然后就是赖清德去迫害赖清德政府去迫害柯文哲，可是你看看社会的多数，嗯，4.6%哈，55%的人就是不认为说是政治迫害，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民意还是有它的一定的这种水平啦、啊、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定见啦、啊、不会太这个随风摇摆啊，有自人民有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的一个表征啦 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好，所以当我在分析这些现象的时候，我在解读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一方面讲多数人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迫害，不是来自于赖清德政府的政治迫害，但同时有将近30%的人认为是，那这30%的人也不是少数啊。嗯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呢？啊，那这个当然就值得去探讨。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当有将近30%的人，这个台湾社会有将近30%的人，为柯文哲的这个司法审理啊抱屈，或者觉得他是政治迫害的时候，他的政治能量就存在那里了嘛。那如果未来的法庭上的审理，那柯文哲也能够提出一套啊，就是说他当时怎么做金华城容积案这些相关的啊这个第一手的陈述，对，然后这些陈述呢能够充分证明说他不是有蓄意的、有意的要去图利，金华城的话，如果啦，我说如果哈，我们不晓得他会不会，能不能做到不晓得。那如果他能够的话，对，然后再加上减掉去追金流，结果发现这个兜不起来，也找，简单的讲就找不到有利的证据的时候，那他。这个社会就有越来越多人会往说啊，原来柯文哲是被冤枉的，他是清白的。对，当一个总统候选人曾经得到369万票的总统候选人，嗯，然后当他被冤枉，然后被逮捕，然后关了一阵子，事后证明说他是清白，嗯，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老师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数字哦，因为我这边来不及秀出来，可是我们这边有，就是你这次还有特别问到了说柯文哲到底有没有获得法院公平审理的部分哦，对，那有40.3%，没有就老师说的26.4%，好，所以整个换算下来是500万人为柯文哲抱不平。那可能大家有注意到我下了一个标，就是绿营炸锅，那当然在第一时间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资深媒体人周玉蔻，他直接就跳出来就说啊，故意做一个55%民意认为柯文哲不是政治迫害，好，那又夹带说500万人替柯文哲抱不平不可忽视，好，那他当然对这个很有意见，也认为在司法侦查中的重大案件做民调应该要立法禁止，违反者处罚。那当时我们所有人看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想说他干嘛那么气啊，对，而且为什么这就是因为重大事件我们才要知道民意啊，是不是？老师觉得为什么这是踩到痛脚了？是不是？是因为柯文哲老师民调没有让柯文哲死透啊，所以特别刺耳。嗯，有可能啦。对某些我刚刚讲说这个物资一起死啊，这个看到他这个发生的事情，就恨不得让他的这个千刀万剐哈。不，我不是不大愿意去回应这个周玉蔻了。因为他那种反应，我相信社会也会觉得好笑，而且觉得荒唐。对啊，
当一个国家有重大的刑案发生，刑案本身事实上也有相当的政治性，对，社会当然是很关注啊，对啊，那媒体要报道那是新闻自由嘛，这个人社会要讨论，人民要讨论是言论自由嘛，对，学术界针对这些现象要做研究，这是学术研究自由嘛，对，哪有说这个政什么事件一发生有重大的案件，那是整个社会都应该要闭嘴，通通这个静候司法调查。哎，我们民主国家，哎，好不好？什么时候？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坦白讲，我觉得连讨论的价值都没有，是吧？啊，我连讨论价值都没有，所以我就我有看到，我一笑置之。就是我想老师也注意到了，因为最近真的发生了这个泄密风波，就是感觉北检办到哪。报到哪？那确实，在星期一的时候，还从上个星期就陆续开始传唤了，包括《镜周刊》，包括了林传媒。那这个星期一上午的时候，一大早传唤了这个三立的记者嘛，因为讲那个1500沈庆金的部分。但是很快的，上午传唤完之后，然后大概下午还在on节目的时候，2:48，我就看到了北检发了新闻稿。他意思是说绝无泄密啦，就是他们不管是廉政署，或是地检署，或是调查局、法院相关的。公务人员都没有泄密，好，所以没有泄密，查无实证，好，还有最近露出了一相关报道，有诸多与事实不符。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那我们当然直观的反应是，那就是电视台，那就是媒体造谣吗？这个事情的确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了啊。如果说这个是剪掉。放消息给特定的媒体，对啊，那特定的媒体再去炒作，然后那个又不是事实，对啊，这个1500变成1500万这种耸人听闻啊，因为现在就是要追这个金流嘛，对，所以重点就是说啊，抓到了，就是这一条，结果搞了一个大乌龙，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社会可能普遍会认为剪掉是有蓄意要放风声啦，让媒体去办的，这种感觉是因为太多这种现象出现，对，这当然是非常不恰当的一个做法啊，那尤其是对一个这个我刚讲在野党的主席啊，这个刚才打完总统大选选战的这个也算是高人气的政治人物，这样子搞，对整个社会来讲，对台湾的民主其实是一个伤害。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